加痕丝，最高后的效果。 像这样的缝隙可以加焊丝填补。 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我们冷焊机的主机，大小的话和家里电脑主机差不多大，重量是18公斤，就是一个便携式的，女生的话都可以轻松提起来的。冷焊机的焊点大小都是可以调节的，这是第一组数值，这是第二组，这是第三组。 这是第四组，看一下这个焊点直径。这就是冷焊机平时用的钨针，1.6的北极黑钨。磨的时候就磨这么一个小尖就行，不用磨太多，钨针就是正常磨损，一点也不费。